好，家人们，咱这个帽檐的第四排哈，咱也勾到这儿了，看见没？咱在最后这一针，也就是引拔连接的这一个针上哈，也是要勾一针的，勾一针短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，这是第一针哈，我们在这个引拔连接的这一针上，我们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往前再引拔一针。好，完了之后我们立一个锁针，我们接着开始勾第五排，翻转过来哈，翻转过来勾第五排，我们还是在引拔连接的这个针目，勾一第一个短针。二、三、四，我们在第五针上勾一个加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，上一圈我们加针的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再加一针。好，勾到中间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勾一个加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往这边数哈，一二三四，留出五针来，其中这些地方还是勾不加不减的短针。好，家人们自己把它勾到勾完哈。好，我们一二三四勾到第五针的这个位置哈，我们勾一个加针，然后再勾四个短针，一二三四，四个短针。然后我们还是在引拔连接的这个位置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引拔连接。好，第五排我们完成了哈，完成了之后我们再开始勾第六排。家人们看见没，我们在这边哈，在这边往这边开始勾的时候，这边往这边开始勾的时候是加针的，我们反过来的时候就是不加针哈。我们勾完之后我们立一个锁针，然后再翻转过来开始勾第六排。第六排我们第一针都不要忘记，家人们哈，引拔连接的这个针目算是第一针，我们再勾一排一排的不加不减。好，家人们自己把这第六排这个不加不减完成哈。